哎呀，了解一下的看动植物哈，就是咩中央，中央人生当中遗憾的遗憾的事情。哎呀哈、嗯，对对对对，有像 TV 啊 ，TV 是总含一代类平板，对，谈过了。两位主持人哈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嗯，哇，真的，好生好，哎，有没有讲？对呀，哈，今天就分享啊，人生的遗憾的故事啊。我讲起啊，提过一开始学唱歌的时间，去思敏大学，因为爱本思敏大学。哦，像那个社大的社区大学，因为爱一开始唱歌是抓不到要领。做唔到有兩天就提升，哎呦，咪出來唱到都冇聲。共鳴點抓不到，可能要可能冇得啦。哦，會緊張。啊，你聲都出唔到，當死聲。啊，不明係就朋友就講，誒，一隻先生幾多失眠大學要開學，要上個醫學嘛。誒，還想講，誒，拜六嘅時間都都要下。反正閒閒咧冇事情，就準備行樣嘢。結果誒，一隻先生幾。
其实他当然真的先生，上课的时间其实就是 很严格这样子，然后可是下课的时间其实就让他太感动了，请阿姨吃饭啊，然后报名给人带他出国 去交流去表演，报名是爱要准备升等考试，所以我就停在某一上课了。升等考要考什么东西？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啊，卫生证嘛，要准备考试啊，所以我就先停在就某一上课了。我没去上课，但是就是我为老先生约，有一天一段时就是我为了约讲，那段时间我要去你家看鸡、探望鸡啊，一大堆姑爷，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就一摆些，我老是约好时间啦，但是可能没讲清楚，就是他知道的时间跟我知道的时间不同呀，后面我去到门口等两个多钟头都。冇门好落啦，然后打电话嘛，又冇通冇接啦。咁佢冇其他人嘛？报名就是报名，我就留，因为老师冇，我介只我记得佢冇用，没有通讯软体，然后我就发简讯，然后佢讲老师，我在门外等，冇门好落，我今日先转去。后来报名我就有联络到啦，结果就是记唔错时间，结果我就去嘅时间冇人都不下，就冇门好落。刚才就说啊，没关系，那下次我们再约时间，来这个医院探望你哈。可是后来却因为的事情就磨寒，就一直都没有再约到。然后很遗憾就是讲，报名来谈都给熟悉的，也是同行人来讲，老师已经离世了。啊，一度岁天天。伊差不多有七十岁吧，因为寒酸后生啊，冇酸多些啊。听到同学人讲嘅时间，伊讲先生冇在咧，我觉得，唉，就是那一次没有见到，没有觉得蛮遗憾的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很蛮一遗憾的事情哈。不过两下先生家是有糖都没有亲父去啊，其他学生很优秀，很记得，真的，对呀。搞出了暗腔的好感。还记得嘿，从聊以前上好事，聊聊事情，聊聊故事。对对，搞莫哎，我们这个现在数位平台，搞不好他们那边可以传输到那里去，你可以跟他。也还讲几个亲戚啦，做的看到没亲，很安慰啊。讲嘛该发。老师，跟您学习的那一段时间是很快乐的日子。那谢谢你对我们的疼爱，然后也谢谢您对我的指导。虽然这么多年过去，但是我一直放在心里，一直记在心里，没有忘记。老师，谢谢你。对，希望他这个精神能够一直流传到我们，安尼客家界了，时时推推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安尼谢谢你分享哦，安子姐哦，要带来安和堂的狗狗，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，好了，回家休息。